吃什么？奶奶煮什么给你吃？狗狗，你吃什么？玉米水饺，谁煮的玉米水饺？奶奶。你还是喜欢爸爸煮的啊？江宏杰高挥杆就同居队友，女儿撒娇攻势要爸爸回家。来，大家来到这个大家庭，那接下来14天，各位就是。 同居的秘密。实境节目《全明星观察》中，把明星们集中管理同居14天，24小时拍摄他们的生活起居，就连房间都不能自己挑选。哎，抽房间钥匙，现在房间还用抽的。好，101，哇哦，不得擅自离开房间，不得擅自离开房间，哎呦。 研究一下，我要先看一下那个摄影机的位置在哪里，有点害怕。这边一台，这边一台，两台，应该没有了吧？哎呦，还有，还好，三台没了没了。请抽取房间钥匙，203。这里很棒哎，走，主人房。 我发现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，啊，我的房间有浴室。耶，没有浴室这个有点麻烦呢，我要换房间。哎，巨人，怎么了？趁现在人还没到，我把手抽了。你终于没少犯规哦。如果再抽到了主人房。 好，但公平起见，就一次机会哦。你知道，手游都刷手抽，对不对？不是再刷一个手抽。就在林靖伦难过的时候，小杰可是在和女儿幸福视讯。嗨，来啦啦，你吃什么？ 奶奶煮什么给你吃？狗狗，你吃什么？玉米水饺，谁煮的玉米水饺？奶奶。你还是喜欢爸爸煮的啊？你喜欢爸爸煮的什么？你喜欢爸爸煮的蛋包饭？爸爸回去再煮给你吃，好不好？ 现在爸爸在工作哎，爸爸今天有香蕉哦，你看。噔噔。要。你还是喜欢爸爸煮的蛋包饭。你这么喜欢吃蛋包饭？